龙飞叶怎么样了？嗯，师兄，目前还在昏迷当中。喂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得去看看他呀。不行，百里明香一直在师兄身边，你现在出现，必定会被抓住。被抓住我也得去。百里明香说龙飞叶是吃了我的药才会变成这样，但我真的不知道问题在哪。明镜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带我去见他，见到他，我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。 求你了，我帮你。明香，过来，出大事了！我刚刚去柴房看云溪，我叫了他半天，他都没有反应。 好像是晕倒了，那就让他继续躺着吧。不是，那个，这个府里只有你懂医术，他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也不好交代，对吧？一个细作，死了就死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哎呀，云溪他好歹是陛下赐婚的呀，回头陛下责问起来，怕又是要给大师兄添麻烦了。 奇怪的脉象。
心微弱，深度昏迷。有了，毒蛊，毒蛊发作，变化妖魔，力大无穷，行走如飞，片刻之后恢复原样，身体虚弱无比，脉象虚浮散乱，时急时徐，时断时续。世间还有这种毒？只可压制，不得根治，须以毒攻毒，以世间剧毒美人血予以抵抗，方能缓解毒蛊之害。美人血，快点快点快点。哎，人呢？还好飞叶哥哥没事，他竟然敢逃走，哼，以后休想再回来。姨母，我倒是觉得韩云溪逃走并不是一件坏事。此话怎讲？虽说他是太后安插在秦王府的眼线，但毕竟是陛下赐婚，我们又不能拿他怎么样。现在他逃走，我们不是可以名正言顺地拔掉这颗钉子了吗？对呀，说的有道理。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对云溪有什么误会啊？我和云溪接触了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云溪他不像一个细作。宁静啊宁静，你就是太天真了，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坏人的脑门上又没刻字。可是他还帮着师兄洗脱诬陷的罪名，还治好了长冰公主和清妃娘娘的脸。再说了，他还帮着太妃娘娘压制太后呢，我觉得太妃娘娘挺高兴的呀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不是因为韩云溪的话，飞叶哥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他是细作，都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了。就算他以前帮过飞叶哥哥，那万一是另有所图呢？哎，我只是觉得……好了，别再说了。现在听到韩云溪，我头都疼。桂嬷嬷，扶哀家回去休息。站住！叫你呢，没听见吗？叫我？这荒郊野岭，除了你，难道还有其他的人？对不住啊，官爷。这没事儿，你在城外晃什么？我外出采药。采药？这里哪有药可采啊？官爷有所不知，我家里有亲人重病，我得赶紧出去采药。那就去药铺医馆。你有所不知，
我就是医师。强词夺理，今日朝廷正有一要犯出逃，我看你行色匆忙，鬼鬼祟祟，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说不定你就是逃犯的同党，把他给我抓起来。七少，你出现的也太及时了。对，丫头，你平时的毒药不是挺厉害的吗？怎么今天这么狼狈？出门忙，没带药包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要问你呢，这是去我药鬼谷的必经之路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哦，你是要去找我的吧？还好你今天遇到了本少爷，要不然你肯定是死路一条。嗯，不过这些侍卫为什么要抓你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最近正在研究一种奇毒，需要药草，就想去你药鬼谷看看，就碰到他们，非拦我说我是什么逃犯。既然如此，那时间不早了，你跟我过来。喂，你今天怎么了？今天怎么那么反常？你不是出去办事了吗？我回来看看我哥是否安好，现在就要走了。你别走，你坐下，我有点事想问你。什么事啊？听百里凝香说，师兄这次旧疾复发都是云溪害的，是真的吗？凝香姐说的应该不会有错吧？难道云溪真的是细作吗？他明明和师兄那么相爱，怎么会害师兄呢？有时候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，我们看人看事不仅要用眼睛去看，还要用心去体会。可是我的心告诉我，云溪是个好人。其实我也不知道云溪到底是好是坏，不过要是有谁想害我哥的话，我一定不会饶过他。我一直以为你比我明白，没想到你比我还糊涂啊。一向聪明如我，难得糊涂而已。你干嘛一直这么看着我？唐丽，你并不讨厌我，对不对？不对。你胡说。虽然你平时老躲着我，但是每次我心情不好你都会出现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我做错了，下次我一定改。唐黎，你站住。那个唐黎，你是不是三天不打要上房揭瓦呀？你看你一不小心就现原形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胆小，你别吓我。你站住。七少，你可知道世上有一种毒名为美人血。美人血，我看医书上有记载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。传说中的美人血是少女服毒坚持十年养成的鲜血，虽有名却是少见。怎么了？你很好奇这种毒药？当然了，你都叫我毒丫头了，我能不好奇吗？美人血太过奇特，以残害生命为代价，我是从来不会做这样的毒药的，因为我知道美人是拿来疼爱的。说的也是，就算有人愿意牺牲自己去制作美人血，但毕竟是对自己下毒，要是毒量控制不好，第一次服毒就给毒死了，那又怎么办？对，丫头，虽然我没有美人血，但我还有一样东西和美人血是一样的。什么呀？月子藤。月子藤？就是那个名誉天下毒草之最的月子藤。现在正值花期，能否卖我一朵月子藤的花？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月子藤不能做买卖，只能做交易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如果你答应我三件事情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。此话当真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不过我也有条件。你说。不能做伤天害理违背道德之事。放心，我不会提过分的要求的。成交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现在还想不起来，等我想到了我再跟你说吧。行吧，那等你想好了再告诉我。哎呀，你赶紧带我去找月子藤。走。
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山洞。你还记得？啊，月子藤在这儿。是，来。干嘛？这下面都是毒潭，很危险的。为了拿药，你命都不要了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拿到月子藤。人比花娇，花无色，花在人前亦黯然。还不走？来了。先生，什么东西如此好看？满天星辰，今天的夜色不错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你刚才明明就在想韩姑娘。嗯，你要是开不了口，我去帮你。朱玉、啊、不要这么鲁莽。韩云溪可能在秦王府，对我们是有作用的。韩姑娘会帮我们？不知道，但我们可以利用她。白素，你去调查一下秦王的过往。调查秦王？嗯。你知道韩云溪今天采药的时候采的是什么药吗？是月子藤。月子藤？他要月子藤做什么？目前尚不得而知，不过我在太子那里听说过，毒蛊发作之后有一段时间的虚弱期，但这段时间最好的补药就是制毒之物。恰恰美人血和月子藤是天下制毒，现在韩云溪借的这种草药是对他们最有用的。兴许这真的只是凑巧。韩云溪采药的时候不顾自己安危的执着，这绝对不是感兴趣那么简单。难道七少是怀疑？秦王他亲自参加了劫毒宗的行动，恰好的就是当天在现场也出现了毒蛊人，但这位毒蛊人的身形跟秦王是一模一样的，刚好韩云溪现在求药心切，所以青少才让我去调查秦王的往事。许多的巧合不得不怀疑啊。奴婢明白，奴婢明天就去调查。
丫头，你醒了，来。哦，不用了，我出来很久了，我得先回去了。哎，我送你吧。不用麻烦，不用麻烦。那个七少，谢谢你的月子藤和收留，我又欠了你那么大的一个人情，我先走了。七少，什么事儿？记得你那三个条件啊。把那儿擦干净了，擦干净了。公公，公公，没用的废物，咱家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不长记性的东西。公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实在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。嗯。我昨天晚上做了一晚上的噩梦。那又如何呀？公公，我昨日做的噩梦，这是跟昨日遇到的东西有关。什么意思？把话讲清楚了。公公，昨日去御花园的路上，我好像看到秦王的眼睛有红色的光一闪而过。你怎么不早说？当时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也许是看错了，也不一定啊。你呀，咋就回头再跟你算账？启禀陛下，有小奴才禀报，秦王离开的那天有异样，眼睛发出红光。看清楚了吗？说是转瞬即逝，并未看清楚。宗，独古人，龙飞夜，赤也。李泉，你不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吗？李泉，去传太医，朕该好好的关心关心朕这个四弟。凌霄小姐，什么事儿？陛下带着御医已经来到秦王府门口了。陛下怎么会突然来秦王府？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殿下到现在还没有苏醒，如果不能马上压制毒蛊的话，一会儿被御医发现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奴参见秦王殿下，不知陛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皇兄降罪。快快免礼。哎，朕听说四弟身体不适，又怕打扰你休息，所以特地没让他们通报。四弟啊，朕看你的气色很不好，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啊？臣弟只是旧疾复发，让陛下担心了，是臣弟的不是。这都是为了我天宁啊。哎，四弟啊，旧伤可千万不能马虎，朕特意带来了宫中御医。孙御医，微臣在。赶快替秦王看看。是。回禀陛下，秦王殿下只是脉象有些虚弱，并无大碍。孙御医在。秦王可是千金之躯，
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，别怪朕治你的罪。微臣不敢。王兄不必担心，臣弟休息一两日便可痊愈。如此，那朕也就放心了。四弟啊，你呢可是天宁的国之栋梁，又是朕的左膀右臂，就算不为你自己考虑，为了朕，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啊。陛下圣恩，臣弟敏感无内，定不负众望。飞叶哥哥，陛下这关可否过了？明香，你以后不可再如此冒险了。陛下他突然到访，我若不用美人血压制毒蛊将你唤醒，你的身份定会被他知晓，那你之前所有的忍辱负重岂不是都功亏一篑？你以命养美人血本来就极其危险，现在失血过多，更随时会危及到生命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明白毒发的时候痛苦万分，我不希望你像我一样。飞叶哥哥，我养美人血本就是为了你，生与死对我来说都不及你重要。你的生命当中还有更多美好的事情等着你去做，我会尽快找到解救你的方法。你先好好休息，我过些天再来看。好好照顾小姐。是。殿下，韩云溪人呢？王妃娘娘，她怎么了？她细作的身份已经被明香姑娘还有太妃发现了，她之前一直被关在柴房里，现在已经跑出府了。殿下，要不要西风赶紧把娘娘找回来？孙太医，你身为毒医，真的没有发现秦王身上有任何中毒的迹象？启禀陛下，从秦王脉象来看，身体只是较为虚弱，并未中毒啊。身体虚弱，下去吧。是。出了何事？回禀陛下，奴才随陛下出宫时无意听到一些流言，百姓愚昧正四处散播，奴才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朕乃帝君，兼听则明，但说无妨，说。奴才听到百姓议论说，当今圣上崇尚武力，不仅征兵无度，苛捐杂税皆为兵用，甚至还有人说圣上正在研制秦西王朝时期曾经出现的毒蛊人，说研究毒蛊人实乃违背伦常，是伤天害理之举。如今毒蛊人出逃，危害人间，百姓惶惶不可终日，人人自危啊。奴才看来是有人故意散播谣言，
此人应该是……够了！你立刻去叫雷，到勤政殿见朕。是。你们去查一查，在民间关于独孤人的谣言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是是。还有，给朕彻彻底底仔仔细细地查一查龙飞夜的身世，尤其是失火之后回到王府之前的那段时间，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事无巨细。是。下去吧。陛下，都是些无知小民以讹传讹，您千万别气坏了身子。恐怕没那么简单。百姓无知，有心人正好可以操控和利用，有能力在独宗被劫之时传出这样谣言的人，除了北厉就是龙飞夜。现在北厉太远，手伸不了那么长，唯一能散播谣言的人只有龙飞夜了。看来他是等不及了。陛下，若真是秦王所为，他不过是天宁的臣子，您捏死他还不是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那是自然，今日观他气色不似装病，虽然未能证实他是独孤人，但依旧逃脱不了干系。独孤人一旦发作，便会身体虚弱，而秦王正好这个时候旧疾复发，岂不蹊跷？陛下疑虑的极是，只是他既是天宁的皇子，怎么可能会是独孤人呢？所以陛下才会命雷去追查秦王的身世。韩云溪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身为太后的细作，又擅自出逃，你怎么还有脸回秦王府？母妃，我是有原因的。母妃若要责罚，请让我见过殿下之后。他现在情况危急，我找到治疗他的办法了。我不会让你见飞夜的。你休想再见飞夜一面。殿下，陛下这几日四处搜寻独孤人，依照你的吩咐，属下已经把陛下研制独孤人的消息散播出去了。陛下在边关征收重税，民众本来就怨声载道，再加上此事一出，民心更加不稳，百姓人人自危。陛下那里不必过于担心，他在明，我们在暗。是，我担心的是另一方劫持独宗的力量。是，殿下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的话，西风就告辞了。等等，殿下还有何吩咐？你派人去把韩云溪给我找回来。不用找了，
云溪已经回府了，就是情况有点不太妙。以罔顾王妃的身份，勾结外人，害得秦王差点死在你的手里。像你这样的媳妇，哀家容不下你。来人，摘下他的钗珠，换上粗衣，关在西北的院落里，不许出一步。母妃，别叫我母妃。等一下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来得正好。他是太后的细作，你要如何处置他？我不是。母妃，你误会了。表面上云溪是太后的细作，实则他是我的人。你的人？太后把云溪嫁到秦王府，一定是另有目的的，所以云溪就配合我演了一出戏，假扮成太后的细作，这样就可以向宫中传递假消息，扰乱视听。你确定他真的不是吗？母妃，妃也自有分寸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带他走吧。对了，他生性奸诈，你要多小心。母妃放心。下去吧。希望你是对的。你的身体如何了？你还是担心下你自己的事情吧。之前干什么去了？我去药鬼谷了。做什么？给你配药。你知道我的病情了？你是中了毒蛊，是吗？你的症状跟毒蛊爆发的症状完全相同，还有那天你从御花园离开的时候，你的眼睛。我中毒蛊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？你的事情我绝对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放心，殿下，你现在没有症状爆发是因为被压制住了吗？现在已无大碍了。这是我研制的解药，你服下应该能帮你压制一阵子。你问都不问就吃了？我相信你。虽然我还不知道毒蛊是一种什么毒，也不知道怎么根治，不过你放心，我肯定会研制出解药的。好，我等着。殿下，你笑起来可真好看。你先好好休息。你刚刚为什么救我？你虽然是太后的细作，却没有把我的消息透露给她半分。原来你从头到尾都知道。为什么要替我保密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我是说我不想帮太后那个老妖婆。
生病了就得好好养着，看书费神伤身。姨母，赶紧坐下。好点了吗？姨母在京中找了几个有名的大夫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看看，开几副保养的方子，好好的调理一番。日后秦王府还有仰仗你的地方。乔姨母说的，这秦王府自有正牌的女主人，何须仰仗我？你才是姨母心中早就相中的女主人。原本以为他是个好人，但闹出这样的事来，让哀家如何再敢相信他？就算飞夜替他求情，飞夜哥哥替韩云溪求情了。是啊，他说他早就知道韩云溪的细作身份，两人故意联手蒙骗太后。哼，当哀家是个傻子也罢，看见他拼命要给飞夜治病，应该对他有心。只是飞夜现在身边只有他伺候着，哀家不放心呢。你放心，等时机成熟，哀家一定让飞夜把你娶进府当侧妃。谢谢姨母。乖孩子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做太后的细作？因为太后那有我娘的消息。若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留在身边，用沉默坚决对抗万语千言。你娘不是早就已经去世了吗？我原本也是这样认为的，但是在我出嫁之前，太后找我进宫，她给了我娘的手镯，她告诉我我娘还活着，只要我做她内应，她就让我们母女团聚。太后只是在利用你，你母亲或许真的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只要还有一丝希望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这个世界凋谢，我会守在你身边，用沉默坚决抵抗万语千言。倘若这世间一切都在无情的吻别，我会有手中的线为你缝圆，陪你看日升月间，陪你看沧海变迁，陪你一字又一言不下回忆的诗篇，陪你将情节改写，陪你将八荒走遍，只因你独得懂我，而你注定是我的心头血。这誓言亦是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恨天，笑容更是别你的
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换明天，就算我不在里面，可你会明白我对你的永世不变。这是夜一时命中最美的相见，别很甜，笑容更适合你的脸。再一遍，记起从前的一滴一点，如果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，我会在你心间做你心头线。